这星球不错，估计还有氧气，我看有没有氧气啊。有植物肯定有氧气了。部位狂乱，气候。哇，好可爱啊，哇，好可爱。哇，怎么这么多飞船过来啊？这都是谁啊？这飞船啊，这是一个小空间站啊，前哨基地啊，这是个。哇，天上还有好多飞龙啊。这星球不错，有氧气啊。没有氧气，氧气也比较低，我掉氧气了，有点氧气。哎呀，不错，哎，这怎么上去呢？不行，我这个火箭推进器，哇，快摔死了。开飞船上去吧，这是。哦，上面有停机坪，开飞船上去。我差点摔死了。我的飞行背包这个燃料不够啊。飞行手，发射推进器燃料不够，燃料不够，我这个身上刚好还有一点铀矿。你是把敌人甩掉了，我现在还没甩掉。你不行了是吧？现在还在追我？他不追你半个小时不行。小杰，你忍住了啊，没办法，这个，这我也没办法。嗯，你的 S 级飞船打架应该很牛逼啊，你不虚。哎，小杰，我看到你的同类，小杰，蛤蟆，都是蛤蟆精，这你不同类吗？哇，这跟你一模一样。获得新的配方，仿物质，有色的金，有色金属加这个浓缩的碳，是吧？哇，这还有两个飞船过来了，看一下他们的飞船怎么样。有一个货船，C 级垃圾，看到吧？这个导弹呢？C 级垃圾。垃圾飞船真看不上，看这个，B 级冒险者，26个栏位，43个栏位，43个栏位，你问题 C 级啊，好多 C 级太垃圾了。银河网络购买物品，看能购买什么啊？锂子电池。我那么有钱，我买不就行了吗？哎，电池啊！补充库存也不足。氧气钠咋啦？钴镜，氧气胶囊买点。哇，你这个东西，金属电镀，飞船发射器燃料，
很便宜啊，有钱这都能解决啊。库存不足。哎，小杰，这你吗？这你飞船吗？喂。哦，我以为外星人。你没死啊？离子电池。飞船燃料。看一下啊。蓄电池，看怎么做这个，这个怎么做？需要这个收集材料做这个浓缩碳呢？啊，去搞点吧。这个好搞，没事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刚才我还以为我要死了，还以为要爆了。我的妈！这搞得太狠了。信号增强器，你他妈！小杰，过来，过来搞一下！哇，这个眼珠子干我！你又去惹祸哎！嗯？装逼！我操！爆了个电池，大电池啊！越打越多。越打越多吗？对。打到最后有大机器人，打到最后要大机器人啊！快溜！你问题是，他这个东西很恶心啊！那他为什么干我呢？我不想干他。你在机器人旁边用那个武器踩东西，他就会打你。哦。我这样开飞船跑了，他们应该找到我吧？好，躲掉了。这没事，抛远点不就行了吗？搞点，搞点资源呢。哦，吓我一跳！我的妈，我以为飞船过来了。嗯。想搞我呀，我哪有那么容易想搞我。哎，我没有采材料，他为什么干我啊？啊，你那个心没消掉他就会打你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上飞船他有个读秒，飞起来以后他就会读秒，读完了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怎么我这材料给材料都不让我采啊？啊！要死！换个星球，我终于来了。你来了是吧？换个星球，太恶心了这个。我摸都不让我摸，摸一下追我一下，摸一下追我一下，有病啊！